妈妈要你学会三件事：刷卡方向要正确，按铃动作要清楚，下车站牌要记住。将来有一天，妈妈会老去，公车将带着你去继续单飞，飞出属于你自己的明天。一颗父母的心，陪他走一生的路。心路基金会，02-2592-9778。常常都说我是万华人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大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是看她的眼睛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刚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我想差不多这样的现在时候是啊，是朋友啊。父母亲担心是永远的，但是现在是比我高，所以我妈大的时候这样说，你坐一下，坐一下。我和金建武都是陷入了爱心股东。我们用爱跟关怀去接纳智障的孩子，一颗父母的心陪他们走一生的路。心路文教基金会。